开启我们今天任务之前，我们需要给大家做一项我们内部的调查啊。你们需要从你们中间的六位女性中间投出一位最具魅力的女性。申一姐，申一，我。申一姐每次她讲普通话那个很好听哦，声音好听，然后声音好听，对不对？对对对对，是的。你们没发现吗？你们镜头里找找我，有时候我老偷看声音。啊赢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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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赢了！不瞒大家说吧，我心中的翠翠就是圣意。好，那申一姐得留在凤凰。对，我要留在凤凰了。恭喜申一姐成为这个本台最有魅力的女性，同时当选这一站的团长之一。